講嘢咧要牙力，睇牙嘅實力啊！我同你講，香港倒牙咧，嗰次我倒咗十幾萬蚊港紙嘅，呢度倒牙幾多錢咧？大概1000蚊到2000蚊咁咯，倒牙根。爭好遠。淨係呢個麥牙好康咧，佢本身嘅醫護人員已經千幾個嘅啦喎，佢成個牙醫嘅醫師係300多個，相當於香港牙醫總數嘅1/4，呢、這個叫做倒牙式睇牙啦。你看到個夕陽在你前面慢慢跌下去，在深圳的這個市景，即是有一個 promotion 呢，是美國的夕牙來的，平時賣了4000多元，你這裡去免費，要去免費講嘢咧要牙力，睇牙嘅實力啊！呢個廣告咧，大家睇咗幾十年噶啦。香港嘅牙醫咧就唔可以自己做廣告嘅嚇。不過咧，大陸嘅牙醫診所啊，喺香港做廣告就不受管制嘅。所以見到咧鋪天蓋地都係牙醫嘅廣告啊！我今日都係成做解鎖，受到呢一間麥牙牙科嘅邀請去深圳訪問佢哋。佢話咧提供3個優惠俾我嘅粉絲喎。第一免費，第二係免費嘅，第三。可以种植牙的，而家同我一起上去看看这一间麦牙牙科有没有实力。过了罗湖口岸呢，是E2出口啊，出来呢你就会见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，对面就是这个大中华十楼，就是麦牙好康啦。你好，欢迎麦牙。Hello， 你好你好。好好好，在哪里登记啊？用手機掛號係嘛？用手機。先生，係啊，係啊，呢個係，都係啱嘅係咪？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啊，你哋已經登記咗啦，係。住邊度啊？香港。住香港係咪？識得係。係。你檢查牙齒咩問題啊？牙肉有啲腫啊。哦，做檢查係咪？係，同埋洗牙。好，得你。今次就嚟到呢個麥牙口腔啦，呢個咧係新店嚟嘅，11號先新開張㗎。喺羅湖口岸出嚟咧，大約行400米啦。喺地鐵咧有個出口就嚟到呢個大中華呢個大廈嘅10樓，全層都係佢嘅。你見到呢個環境咧，係咪好似咗度假咁樣㗎？你見到個地磚嚇，同埋咧上邊咧有好多呢啲細嘅窗户啦，好似去咗度假南洋風情啊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咧我聽講呢間口腔中心咧，佢跟翻一間酒店係香格里拉酒店，南山嘅香格里拉酒店咧。作為一個靈感的來源，將它有一個度假氛圍，因為它解釋給我聽就話咧，平時睇牙咧好緊張嘅，大家都唔中意嚇，即係睇牙好似好緊張，令到自己咧好唔舒服嘅感覺。咁佢特登做咗一個咧度假氛圍出嚟咧，令到你放鬆嘅，呢、這個叫做度假式睇牙啦。咁啊，淨係得呢個麥牙好康先有噶，我哋而家就入去體驗一下呢個度假式嘅洗牙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心臟方面血壓血糖有冇問題？冇嘅就打冇就可以啦。係。反面就要需要簽個名。我雲根牙，我哋嘅用品都係一次性嘅。洗牙過程中有咩唔舒服嘅話，可以舉左手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一陣間我哋洗牙過程中咧，碰到牙石嘅區域有輕微出血嗰啲情況都係正常。我前幾日咧呢隻牙咧呢度牙肉痛嘅。其實你可唔可以我睇睇啊？好嘅，第一陣我哋可以影個口內情況。好好好好。俾你睇睇。哇，好乾淨啊！呢度新開嘅嚇，樣樣嘢都好新淨，好靚啊！呢間診所全部啲嘢咧都係新出出嘅，潔白無塵嘅。一個開咗都唔到1個月，開咗2個星期咋？呢個係內窺鏡，拍個口內嘅牙齒情況。有少少積，呢啲係嗰啲平時飲茶、咖啡啊，形成嗰啲積啊。我哋一陣間會有個噴砂嘅房嘅，噴砂可以將佢積噴走嘅。哦，即係嗰啲茶積啊，嗰啲。係。哇！呢度系統好犀利啊，奧傑口腔鏡觀察儀睇得一清二楚啊。譬如話平時啲茶漬咖啡漬，即係唔好意思啊 ，show 曬俾大家睇，睇得一清二楚就話你洗牙需要洗邊啲地方，同我哋平時睇嗰啲 CT 片完全不同噶，因為 CT 嗰個係透視圖嚟噶嘛，你睇唔到啲顏色啊、啲漬啊，有冇蝕到睇唔清楚嘅，所以咧有呢啲最新嘅儀器咧，口腔鏡觀察儀咧就可以睇到一清二楚啦。好嘅，然之後我哋開始洗牙啦。好啊。好，咁啊就搞掂咗呢个洗牙个过程啊！哇，直情系焕然一新啊！第一次咧喺呢个麦牙口腔咧洗牙咧，哇，感觉咧直情系
五星級的享受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佢唔淨止洗牙，我平時咧係即係一年洗一次啦。因為我喺台灣都要洗牙，香港都要洗牙。咁啊，平時啲洗牙就咁洗牙嘅啫。咁啊，佢唔淨止洗牙喎，跟住佢第二個過程咧係幫你咧用啲牙粉咧去打磨嘅。打磨完之後咧仲拋光喎，係三個過程嘅。咁啊，整完之後咧呢排咧就靚曬啦。咁啊，而家咧。大家記得啦，我已經幫我哋粉絲咧爭取咗福利啦。你呢個麥牙好康咧，記得講係學明星嘅粉絲嘅話咧，可以得到免費嘅洗牙嘅服務噶。大家都知道咧，麥牙好康啊喺香港咁多廣告，因為咧佢超過三分二嘅人客咧都嚟自香港嘅，包括香港咧好多明星喎。當然仲有佢代言人咧就是、陳錦紅啦，你都係見到佢啲廣告啦。識牙選麥牙。敬專業，敬安心，敬慳錢，北上植牙就選麥牙，有埋佢啲牙片嘅喎，咁啊其實都幾好趣啊！你見到有啲明星佢啲牙好唔好啊？啲牙靚唔靚咧？原來喺呢度都睇到嘅。大家見到咧咁長嘅一條車陣，點解咧？因為而家咧你持住香港嘅身份證啊嚇，老人證即係65歲以上啦，就可以嚟到麥牙打卡，就會免費送俾你噶啦。麦牙咧作为深圳最大的呢个口腔医疗中心之一啦吓，你见到咧，我而家身处咧就口岸机构呢个最近罗湖口岸嘅，咁啊做一间大啲嘅罗湖医院啊，10万平方尺嘅，系四层全部都医院嚟噶咯，呢个就唔系诊所医院嚟噶啦。如果你上福田都得，福田咧都系一间大嘅医院嚟嘅，仲有南山啦、宝安啦、龙华啦、光明啦、沙井啦，喺成个深圳咧有8间咁多，全国咧有11间嘅，佢历史咧已经有9年噶啦，佢2015年创办嘅，今年系第9年嘅周年庆。頭先咧，負責人都介紹俾我聽咧，點解咁多香港人上嚟睇牙嘅係有原因嘅。成個香港而家咧，其實政府醫院加埋私人診所嘅牙醫咧係1000多个啦，淨係呢個麥牙口腔咧，佢本身嘅醫護人員已經1000多个噶啦喎。佢成個牙醫嘅醫師咧300多个，相當於香港牙醫總數嘅1/4，咁誇張嘅數字。所以嚟到呢度咧，你唔需要話好早預約，都可以好快地幫你補到牙或者植牙嘅。呢度要介紹一下啦，呢個叫無菌物品存放所，全部用啲器具咧係消完毒先放呢度嘅，保證唔會交叉感染，同埋好多係一次性嘅器械，保證大家喺無菌嘅環境下面咧可以治好自己排牙嘅。我哋而家照 CT 片啦。哇，未試過咧照咁多 CT， 呢個係坐住照喎，同使咬住嗰個嘢。頭先問過姑娘，原來咧呢部機係新機嚟嘅，所以啲技術更加先進。咁啊就方便好多啦。就你姐姐同你講下，然後咧我哋種牙後面一隻，我哋都係度過牙根嘅，但呢個牙齒咧炎症都比較大嘅。啱啱咧聽咗醫生咁嘅解釋咧，原來咧我有2隻牙咧，牙根咧都有陰影嘅。佢建議咧，即係如果真係而家倒牙都倒唔到嗰陣時咧，就要摸咗隻牙。咁我又唔想摸牙喎，因為我都想係80/20，即係去到80歲個字保留牙齒嘅真牙啦。所以盡量都冇摸牙嘅話咧，咁啊聽醫生解釋咧，就要多啲翻嚟檢查啦，即係 make sure 咧，就等佢冇擴散嗰陣時咧，就去即刻做咗呢2隻牙咯。因為佢喺入邊發炎嘅，我同你講，香港倒牙咧，嗰次我倒咗10多万蚊港紙嘅。呢度倒牙幾多錢咧？大概1000蚊到2000蚊咁咯，倒牙根。差好遠啊！好，唔該曬醫生。唔使。我當然會為我嘅粉絲咧，揮到最多嘅福利啦。今次嚟到麥牙好康咧，總之係 YouTube 頻，你係我嘅觀眾，我 subscribe 嗰個頻道嘅話咧，你呢度去免費洗牙啦，亦去免費照 CT 幫你檢查牙齒。咁啊，仲有一個福利咧，就係咧係可以幫你種牙嘅植牙咧。而家開始一路去到11月10日嚇，即係有一個 promotion 咧，就999，係美國嘅植牙嚟嘅。平時咧買咗4000多蚊，喺呢段時間咧11月10日之前咧係用緊999，同埋。咁靚嘅環境喎，大家睇下呢個後面嘅環境，已經係日落西山嘅時候啦。你睇到個夕陽咧喺你前面慢慢跌咗落去，喺深圳嘅呢個市景，仲有一個無敵嘅呢一個深圳火車站景啦，同埋前面嘅口岸啊，已經見到香港嘅風景㗎啦。